手里呢只有一个小球。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小球呢放在我这个手里啊，注意自己看 watch， 只要在手里轻轻摩擦一下呢，瞬间的在这边消失不见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进行魔术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一定要收藏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带大家进入揭秘时刻，究竟怎么做到？其实啊，这个魔术呢，要做到这一点呢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一个小球，小球是肯定的。在小球落下来的同时呢，其实呢，当卡住的时候呢，其实哎，你看没发现，小球在一落下的时候呢，就卡在我这手掌里面。但是呢，动作啊一定要连贯。有些人呢做这个动作，啊还没有开始落，你手就这样，哎，那就很尴尬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假动作一定要这样落下，感觉拿着手里，这时候呢给观众的注意力转移，让观众的注意到这边，说哎可以握一下我的手。这时候你再把这个小球呢顺便放在你的口袋里面，说哎没有问题。这时候呢小球左手肯定没有啊，注意一下，握在这边戳一下，让观众的吹一下呢消失不见了，小球呢完全消失不见，不知道在哪里。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近景魔术，喜欢的呢一定要订阅我们魔术飞哥频道，每天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精彩魔术哦，好玩的生活小技巧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